兄弟们啊，今天越南这边下大雨了，在路边这边有个老板娘，带你们看一下越南老板娘卖的什么。老板娘嘞，今天在这里卖炸香蕉呢。炸香蕉啊，下雨下雨了，赶紧买买买。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减价，两个七千。嗯。减价了，减价了，来来来，给我弄两个。原价是多少钱一个？原价是5000一个。原价5000一个，兄弟们，在越南这边如果下大雨，买东西是减价的，你看这雨下的大的。两个七千是吧？对。三个多少钱？三个一万。哎呦，大姨了，那个一万，三个一万，那四个多好，四个给我报完吧，报完吧。报完。四个多少钱？一万五。四个一万二吧。一万一，可靠，一万二不用找了。兄弟们啊，在越南这边，老板娘今天生意又亏死了。其实是两个就需要一万二，今天买四个一万二。哎呦，这雨下大了，下大了。老板娘，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，回家吧。好，那你在这里卖吧，你这下大雨谁还来买你的东西啊？在越南这边做生意不容易啊。